哎，我们准备开上课，可以听见吗？可以听见。好，那我们来说一下写作这个部分。之前的话，就是写作这个 SWT 跟 essay 有看时间吗？有没有在十分钟有。时间、20分钟时间写完呀？其实还是有点困难的，但是可能是模板还没有完全打熟，这两天在练打字。好，一个呢要注意好时间，就是像一些小细节问题，对吧？语法问题这些要好好检查的，包括一些单词拼写的问题，对，所以有时候我在要多想，检就查几是点。语法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好的，就是提升的方法？因为就我觉得我语法经常容易出小错，就是我自己可能很认真检查了，然后还是没检查出来，但人家指出来，我一下就知道错了，但是就自己写的时候经常会出语法错误。对语法这一块的话，可以提一下就是常见的一些语法问题，对吧？的话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讲就提一下语法这一块。然后平时的话，就是哪些语法容易出错的，你自己要做好总结。比如说，好。就是我们上次好像有跟你说的那个，就是另外的一个小作业，就是语法总结这一块。哎，好。把你把相关的这个，比如说就是语法，比如说哪些一句话只能有一个谓语动词。比如说 grammar 这一块，一句话只能有一个谓语动词，那这是这一句话点。那哪些句子原来你写错的是什么？那你后来改正的版本，正确的版本是什么？比如说把这个 are suffering，对吧？那个 are 去掉，可以把它接在一块儿。然后第二个什么名词代副助、动词代副助，对吧？冒号有哪些典型的这个句子？记个一两个例子就好了。好。啊，你可以把这个总结归类一下，到时候每天复习一下，看到这些句子就要有这个敏感度。好的。那另外语法的话，等会如果有时间，可以跟你系统说一下一些常见的语法问题。好。然后另外呢，SWT 也要注意好时间，感觉的话字数可能要超，没有仔细数，但感觉跟75个字上下了，所以对。5到75个字之内，看吧，一定要在这个75区间，不然 SWT 是拿不了分数的。好形的。式是很重要的，并且一些照抄的部分不能抄错，仔细一好，点，逗号啊是不能直接连接两句话，你要注意一下这些小细节。哪一个呢？就是 work-life balance 这篇观点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观点是可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范文的这个部分，那就是这个问题，对吧？你觉得就是多不便？那你后面可以分析一下，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，对吧？以及什么原因，以及它带来的这个影响，那你可以说这个健康方面的这个词组积累一下就可以了。前面的话呢，还是 work-life balance 啊，照抄，那以及某一种观点。这样的平衡啊，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。那可以换一个表达，play a key part in something。那我自己的中心观点，达到这样的平衡很重要。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somebody，极其重要的这个意思。To strike balance between A and B，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，啊，很重要就可以了。所以像这种通用的词组积累一下。那第二段的话，就是分析一下啊，什么原因？那比如说像这边。那 keeping a balance between A and B，在我们的就是生活方面，对吧，有很重要作用。这里面的啊，这里面是分析的作用这一块，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一个好处，能够保持生活的这个健康，把积极向上。那 play is important function in something，这个也是同义词替换的这个部分。然后后面所有的举的这个例子都要和健康相关。那像一个啊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，这个还是比较常用的词组。可以背一下。那后面的话，你举例你也可以从反面来讲。那 without balance，把失去这样的平衡，那可能会有哪些问题？So suffer from，对吧？可以用起来，或者这边的 te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isolation and depression，这个就是心理健康相关的这个词组，可能会抑郁啊，对吧？或者这种疏离的感觉啊，对吧？孤独感啊，可以用起来。那后面举例可以加入一定数据，谁能够达到这样的平衡的，对吧？能够过上更加充实、有意义的生活。啊，最后我们应该达到这样的平衡就可以了。所以论证的话，正反两面都可以。另外呢，这种就是通用词组积累一下。那另外第三段分析一下原因，是什么原因？那你可以从生活压力，对吧？经济压力这些方面来入手。那这里面的话呢，讲从的是从这个技术角度，首要原因 for difficulty to achieve the balance，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通用的这个词组。主要是问你有什么原因的，那这些句子可以用起来，是技术进步，
那后面举的例子跟技术相关就可以了，对吧？有了网络之后，对吧？就不得不去工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对吧？为了不被淘汰，所以表目的的话有一些不同的表达，对吧？ In a bit to do something， 或者什么 as， 比如说 as part of， 或者说 as part of the effort to do something， 对吧？就是常见的这种表目的的词组。那对立的观点就是认为我们不会受到技术的影响 ，fear the effect of something。那这边的 fear the effect 就表一般是偏向于这个，就是劣，就是消极影响了，偏向于消极影响，我们不会受到技术进步的这个，就是这方面的损害，对吧？但是我还是认为技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。那最后举的也要和技术相关，对吧？有了这种现代科技之后，对吧？就工作上瘾 ，hook on work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像这些通用的词组，表目的的词组，表受到什么什么影响的词组，可以积累一下。这是第三段，结尾的话没问题，就是 focus on 后面换一下就可以了。Balance between A and B 啊，或者 work life balance 也可以。所以 essay 这一块的话呢，字数不用特别多，感觉你的这个二三两段字数还是比较多的，控制好时间。对，如果觉得时间不够，那你也可以写这个简单句。剧情不用太复杂，并且积累一下关于什么健康啊、经济压力，对吧？生活压力、技术这些方面的词组就可以了。包括对于什么什么有重要影响，对吧？对于什么有好处、有坏处，受到什么的影响，对吧？这些词组，通用的词组可以积累一下。嗯，好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下面一篇。好，来看一下想一下观点就可以了。嗯。来一下中心观点和 A 和 B 两个分论点的短语或者词组，在聊天对话框观点部分的句子就可以了。好，三分钟时间。就是就简单的打观点就可以了，对，观点就可以了，词组或者短语都可以。resource crisis， 然后第一个分论点，这道题是不是应该第一个先论述为什么是 resource crisis， 然后第三段写 solution？ 对，对，第二段你就分析一下它为什么是最紧急的，对吧？以及第三段你有什么措施？
可以说 the overpopulation 好像有点奇怪。对，为什么是最紧急的？它并不是说这个原因的部分是什么，应该解释的是它的这个作用跟影响，对不对？哦哦，那就理解吧。就可能导致就是水资源，然后土地资源。对，这里面更好写的就是第二段，去分析一下它为什么是最紧急的，而不是说它的这个就是原因是什么。比如说 resource crisis 它会带来哪些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可以讲是吧 ？So it is the most impressive problem， 对，这样会比较符合题目一些。所以影响可以从哪个方面去写？比如说 ，many countries is suffering from the lack of water。可以这样，就是有的国就是很有具体的经济，对吧？对，经济这个角度或者说环境这个角度都可以呀、啊，嗯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经济这个角度，那可能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，对不对？就可以了。所以从经济发展这个角度会好写一些，所以它是最紧急的问题。嗯，那后面把你有什么措施，那你也可以从政府这个角度来写。对不对？政府比如说他去开发新能源，嗯，对吧？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替代的能源，对，所以积累一下关于政府的这个角度就可以了。嗯、那这里面首先第一个最好写的角度，resource crisis 相对来说有点偏，你可以从环境这个角度。